会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写作业吧，虽然说只有一个小时写作业，但是考试也分也不会太低。Okay, how do you feel Saturday? SAT your day. 刚刚考那期那个单元测验还挺有难度，考了99分，可能错了一个小地方。班级第一，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之前也是有活动，还去美国去了一趟。他怎么学的？就他虽然文科不咋地，但是他数学那学的还不错的。十九页的第一大题。19页的这题。老师和同学怎么说呢？嫉妒我，羡慕我，就是说，哎，这家伙怎么用那么少的时间就能，拿那么高分呢？因为我基本上在家是不学习的。所以当时我妈妈开始启蒙我，我记得就是刚开始我弹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钢琴是什么，然后我就在那练弹，在那练，练着练着过了一两年，练着练着过了两年就喜欢上了。都会主动的给他去找补习班来学习，轮到我呢就让他差不多了，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学习了啊，去练一下琴。他就觉得他就会说哪有像你这样的妈呀。哎，你能不能不这么弹呢？他是前面那个过来以后到他的。会弹，但是由于他以前吹小号的缘故哈，他也是对音乐有一种自己的理解的，而且他每堂课也跟我去上，老师讲的他也会做笔记，他也能根据老师讲的来教导我。你这个地方你看这都摸到哪儿了？以这儿为中心，要么这边进来2公分，要么这边进来2公分。我们练琴已经10年了，我们有一个日复一日的这种积累。这种生活或者说学习的模式，我们只需要每天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我说一二三四，大家开始啊！1、2、3、4。经常夸人吧，他就跟一些老师一样，他不会说你不好，反正他的技术很好嘛，然后多向他学习吧。家里基本上是不开灶的，就是基本不在家里做饭的，然后有的时候我爸妈也不在，没办法就在家自己叫外卖叫快餐了。
这么多年都吃过来了，习惯了，习惯了。那会对你身体？我所以，我现在为止牙还没换完。我们夫妻的这个工作状态也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抛下各自的工作跟事业去对他进行陪伴，而且我们也觉得各种独立性的培养对他来说将来长期的成长肯定应该就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你有呼吸不够，另外就是你阴阳没有伤，好像他是很努力的学生，他的好处就是他有目标啊，很努力，他知道什么也要付出，不能就是拿来一定要付出才能可以成功的。我弹的现在还不怎么好，希望弹得更高级一些，我就弹一些比较大的曲子，然后提高自己的技术。弹钢琴就是特别累，而游泳就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它能增加我的体能。购物，全家去看电影，全家去用个餐等等。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也有很多你们普通的家庭没有的幸福。我们坐在台下的父母，看着自己的十岁的孩子拿到第4届西雅图钢琴比赛冠军的时候，我们父母在台下热泪盈眶的时候，这是其他的父母看不到的。我觉得这就是幸福。Thank you.